晚上正和媳妇在房车里看电视，突然听到有人敲门。监控里有一个小姑娘，有一个小姑娘敲门呢。没事，你开一下门看看。30块钱，是不是比我们的手机便宜了一半？有人用的手机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你是老王吧？是啊，你是？我是你的粉丝。啊。我们一家都在家看你的视频。啊。我妈让我来这边等她。啊。而且还没有到。你跟你妈不是一块来的？不是，我妈是开车来的，我坐飞机比他们先到了。你坐飞机来的？嗯。啊。看，就这就有一辆你们鲁 Q 的车，是老乡的。那你要不你先上车来，上车来吧，外边有蚊子什么的。啊。啊，我你把那个行李箱递给我，我帮你递一下。哎，来，谢谢。哎，没事没事。嗯，来了个美女。哎，进来进来，把这个鞋穿上，穿这双鞋。啊。你先坐一会儿。好。媳妇儿，你给倒个水喝吧。好。啊。哦，你们也是来那个海南旅游的。啊，我们家的房车跟你们的是一样的，是吧？看你直播，然后啊啊啊，就给你买。啊，行，你先坐一会儿啊，你先坐一会儿。来，喝点水。谢谢你，我从老家带了点煎饼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客气了你。谢谢。哎呀，还就好这口，太客气了，啊。啊，还带了，还哎呀，太客气了，啊。我今天晚上能不能在你们这凑合一晚？啊，我妈还没有来，三亚的酒店太贵了，我一个人也承受不起。那个，行。啊，行。啊，那也行，那行行。谢谢哥。啊，那就在这住嘛，都是老乡是吧？啊啊。行。你妈妈什么时候能过来呀？应该明天吧，应该明天就。她还在路上，还没进海南呢，是吗？啊，对。哦，行行行，那你给你妈妈打个电话，报个平安一会儿啊。行。对。跟他说，在咱们这儿都是老乡，踏踏实实待着就行啊。谢谢啊，哎，没事没事啊，好，老王啊，今天晚上你那个啥吧，你在那个额头床上睡吧。行吧。然后我都收拾出来了啊。然后我们两个，我跟这个妹妹，我俩在这儿睡。嗯，好，好，好，那就这样吧，是吧？啊，行，那咱们三个今天就这么睡吧。嗯，行，咱这也有水有什么的，你要不要洗个澡什么的呀？啊，洗澡啊，然后洗漱的都在这里。你要不方便的话，我就先出去啊。那行了。那今晚上咱就早点休息吧，啊，啊，好嘞，好了，啊，睡觉了，啊，那我关灯了啊，晚安，哎，哦，我要不要拉帘子呀？我也把帘子拉上了，哎呀，哎呀。